桃园航空城现在的规划很明显有严重的腐烂征收的现象，而且跟跑道的关系不大，因为跑道只要500多公顷，航空城现在征收了3000多公顷。这么看起来，其实整个航空城计划在拖垮了第三跑道的建设。已经很清楚了，他讲开发行为的规划的阶段呢，就要进行环评程序，甚至在他们的规划案里面是2030年才会建好哦。我们在昨天正式的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呢提起的这个公民诉讼的起诉状，其实这个可以预期，这种规避环评的方式呢，就是像美丽湾那样子的翻版。拒绝腐烂征收，跑道立刻环评，跑道立刻环评，拒绝腐烂征收，拒绝腐烂征收。这一两个礼拜，突然航空城的事情又跃上新闻的版面，一直在讨论要不要盖第三跑道，因为首都的市长柯文哲提到松山机场需要迁建，好像新北市跟桃园市长都说要以航空城建设为前提哦。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再来到行政院的现场，已经这个议题已经跟行政院澄清过非常多次了，今天再来提醒他们，作为整个航空城计划的核定机关，应该出来管一管这件事情。第三跑道的新建与否跟航空城一点关系都没有，不需要做桃园航空城的城区部分，要不要做跑道请立刻做好环评，由环评来决定我们跑道现在的选址是不是合适，到底是不是在一个适当的地方，还是我们应该使用既有的军用基地的跑道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显然是需要两条跑道，显然需要两条跑道，但这一两年来的整个桃园机场的压力就在于，当有一条跑道维修的时候，没有另外一条跑道可以使用。我们现在已经直接放弃，发现我们的政府真的没有办法，应该在短期内做好跑道维修，他们根本做不到。所以如果这个是理由，是交通部需要第三条跑道的理由的话，我们真的想质问，为什么这个计划从2008年、2009年开始规划，到现在已经7年8年了，到现在却连跑道的环评都还没做，更遑论要开始建设。这个造成现在桃园机场压力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到底是不是因为桃园市因为交通部民航局想要炒地皮，绑了一个大型的桃园航空城计划，才会导致到现在为止机场因为只有一条跑道，所以面临这样子的压力，第三跑道到现在遥遥无期。11月15号才刚结束的预备听证里面，其实里面就已经有非常多的居民还有代理的律师们不断的去提醒今天要来征收这些民地的政府单位交通部还有桃园市政府，说呢这个第三跑道的选址呢是一个必须要被列入作为争点的一个重要的讨论。本来要盖所谓的第三跑道，其实国防部就已经把目前既有机场的下方的海军基地就是已经让出来给交通部来做建设。这个交通部拿了这个国防部的这个海军基地之后，却没有把第三跑道规划在海军基地上面，却把它往北移到了现在的这个规划的地址。那这目前的这个北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不但其实靠近沙仑油库，是一个可能会有公安危险的问题，然后包括还有它必须要填掉山口的皮塘，然后甚至里面还有可能有这个候鸟的栖息地的问题，那这些都是严重的去破坏了很多的一些人文的，还有一些农业灌溉的，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一些自然的景观的问题。那这些东西都是就是说这些问题都已经不只是严重的迫切的问题之外了，所以我们认为说交通部必须要迅速的去就是说进行所谓的环评。总统行政院拍板定案的国家建设，那甚至位置也差不多都已经规划的差不多了，那现在就已经要走到了要征收的程序，如果这个时候还不需要进行环评，请问一下，难道要把整个跑道基地上面的人迁走了，房子拆了，所有东西都拆了，造成了一个既定事实的时候才要做环评吗？那个时候再来做环评有什么样的意义？先征收再环评这样是合理的吗？以及为什么跑道到2020年才需要做环评？那第三跑道到底是不是重大建设？目前交通部是提到是111年才会进行后续的这个先期作业包括环评的一个程序。环评没过的话，征收还合理吗？这个交通部有相关许可申请的程序就依法来办理。问你环评没有过的话，你的征收还合理吗？环保署这边是环评审查单位，目前没有收到本案的环评审查。我想请问一下哈，台湾话有一句话讲说哈，第一台戏啊都做不公给嘛，你就把他就把人家居民都赶走，你再来做环评，那有什么意义？我请问你。公安的主丢啊，我们
这个案子的开发其实有许多申请程序啊，环评、土征都是相关的程序。那环评会就环境的相关程序来进行把关。环评或土征或等等的程序，也许还有什么水保等等的程序，在环评在这个开发许可之前缺一不可啦，所以任何一个都必须通过才有可能取得开发许可，并没有先后的关系，是平行审查的关系。我是那个被需要被征收的那个百姓，因为我想了解一下。你们讲说什么都还没通过，为什么来函说我们是属于第一期的征收呢？对呀，我们都有收到通知单呢。为什么我们都什么都没有过？那我现在了解一下，我都叫小孩子请假，我们特地来的呢。这个东西可能要请江湖来。对啊，我搞不清楚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对啊，太细节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详细的知道。我们环评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这个开发行为包含了它的规划进行跟完成后的使用，也就是说在规划的阶段呢，就是属于开发行为的一部分。也因此环评法第六条它就规定说，开发行为在规划的时候呢，就应该依照开发行为实施环境氧评估作业准则呢办理这个环评。那这个规划呢，为了让定义更清楚，它其实同样在环评法的施行细则第八条很清楚的再把这个规划呢写得更清楚，它其实包含的可行性的评估先期规划都包含在里面。各位记者先生啊，我是住那个红竹村啊，他是我们那边是规划成那个跑道居民的安置地，然后我们本身的居民不知道要安置哪里，然后每次开会的时候我们就提啊，他说我们是唯一没有先建后拆的居民，然后以后如果安置的话他们会比较优厚啦，但是优厚在哪里我是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住在那边也大概有八九十年，因为我阿祖就住在那边，就日本时代那时候建基机场的时候，我们被赶出来的时候就一直住在那边。因为我们那边就是有一个军用机场非常大，不管你是说坐第三跑道航下，或是说你以后要安置现在画的那个跑道的用地或是航下的地方哦，来安置那些那个军用机场来安置都够用，为什么一定要征收我们那边？我们那边还是特农区哦，而且还是农牧用地的特农区。政府你真的要做公共建设也好，你要有必要性还有正当性，你没有需要的话你征那么大地。这个航空城计划之所以从各位手上的这个2009年只有跑道跟军基地的版本扩张到现在的3000多公顷哦，那个关键点在2013年的4月，而这个关键点的时刻里面做规划的人就是洪家宏之前的副分署长洪家宏，现在在受征讯当中，以及叶世文，当时就是营建署的署长哦。叶世文在划定了这个范围之后，再到桃园县政府去实际推动这个3000多公顷的大计划。所以，我们真的在这里强烈的质疑，为什么国家重大建设可以拖了拖了七八年，一点动静都没有？而且跑道好像不是重点，炒地皮才是重点，完全都是因为整个都市计划体系的贪腐，里面有贪官，有行贿的可恶的厂商，以及有完全坐不正的学者们。